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流行音乐产业系的学生。今天我们来讲解演唱会幕后的音响部分。然后我们今天最后是我们讲者。嗨，我是今天的讲者，我是音响组的同学，我是张维成。好 ，OK， 那我马上就来介绍演唱会幕后到底有哪些东西呢？好，那我们呢先介绍一下讯号线、电源线跟一般的线材有什么不同，然后用于在哪里这样。好，首先讯号线的部分呢，我们有分成三种。那第一种就是这种线径比较细的，那它是 Canon 头，里面会有三个接点，分别为正极、负极跟接地。那还有第二种，它长得跟第一种很像，那它是喇叭线，它的线径比较粗，那它的接头一样是有三个接点，是正极、负极跟接地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它线径比较粗，它除了过讯号之外，它还会过电力，主要是给被动的喇叭去做驱动。那还有第三种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，那它是俗称的导线，但我们都叫它 TS 线，它有端点跟它的导电处。那我们先讲一下说主动式跟被动式的喇叭的差别。好，那主动式的喇叭呢，它是把扩大机融进它喇叭的背板里面，所以它的喇叭是需要接电的，就是它有一个插头让你去插 B 插或者是一般的插头，那它会用它的扩大机去驱动它喇叭的单体来发出声音。那被动的喇叭就是它的背板是没有扩大机的，那你就要另外再拿一台扩大机去接我们刚刚提到的喇叭线，去传送电力以及讯号给被动的喇叭，让它去驱动它的单体发出声音。这样，首先呢，这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种，它是主动喇叭，那它的扩大机呢，就是在这个区块。那提到它有插电线，那所以这边就有插头以及开关。那这边会有两个输入的孔，去用刚刚提到的 Canon 线去做连接。那这边就有它的音量的旋钮，去做它音量的调整。那这边这就是主动的喇叭。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一台呢？那这个边就是我们的被动喇叭。那看到它的背板这边就没有刚刚看到的主动喇叭的插头。那这边是以刚刚提到的喇叭线去做连接，那它传送了讯号跟电力，那一路传送到这个连接的背板，那它是没有办法调整音量的，音量就是从我们的扩大机上面去做调整。那讯号的连接方法呢，首先就是从麦克风或者是你电脑的音乐去做连接到我们的控台，那会从控台这边做细微音色以及音量上面的调整。那控台这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讯号分配器，那讯号分配器之后就会看你是接主动喇叭或者是被动喇叭。如果你是主动喇叭的话呢，从讯号分配器可以直接连接到喇叭上面，那喇叭接电开音量就可以发出声音。那如果你是被动的喇叭的话，你就要从讯号分配器先连接到扩大机，那再从扩大机送讯号以及电力到被动喇叭，让它发出声音。这样，好。那要不要讲解一下，就是在商选的时候、试音的时候，会就是要注意什么？然后就是麦克风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？好，当你拿着麦克风，那在台上做使用的时候，首先麦克风绝对不要去对它的音头做吹气以及拍打的动作，那对麦克风是很大的损伤。那另外一点是，当你在台上做演出，包含刚提到的 sound check 跟正式的演出，你的音头尽量不要去对到喇叭。因为当你的音头对到喇叭的时候，就会造成音频的回溯，那就会有很刺耳的声音发出来，那对表演的品质就会有很大的折扣。我想问一下，回溯是什么？然后遇到回溯的时候该怎么办？那回溯的发生原因呢，就是当你的喇叭发出了特定的频率，那收到你的麦克风里面之后，它经过了刚刚提到的讯号链，一再的循环，一再的循环，那这个特定的频率就会无限的叠加、叠加、再叠加，那对喇叭、对麦克风会有一定的损伤，那观众的听觉也当然会受损，因为那非常的刺耳，也非常的难听。那当你在台上遇到回溯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处理？首先，你可以先往后退一步到两步，让你的麦克风远离喇叭。在你的麦克风远离喇叭的时候，喇叭传出来的特定频率就没有这么容易进入到你的麦克风里面，那你就可以在这中间做一个阻断，那减少回溯的发生。那 reverb 跟 delay 呢，就是在声音可以加上效果的部分，那控台是可以做得到的，那
分开讲好了。我们先讲 reverb 呢，它是空间上的循环，那也就是听起来就会像是你在山谷里面讲话，或是大家比较常见就是在浴室里面唱歌，会有很重的 reverb， 那它是空间上的效果。那 delay 是时间上的效果，当你在山谷里面对着对面大吼，你过了一秒，过了两秒，你可以听见你的回音，这是时间上的效果。那这两种效果控台上面都可以做调整，也可以做增与减。那在控台的设定上面，我们像以推杆来说好了，那推杆这边从负无限一直到零，上面还有一直到正十的部分。那我们主要包含在调整的时候以零为一个基准，因为在零的时候，我们的音质也就是音乐的品质的时候，我们会是最完整的。当你做增益或是衰减的时候，你的音质都会以不同的方向以及不同的角度做衰减。所以当你想要听到最好的声音以及最完整的声音的时候，尽量把推杆尽量把设定值定在零。今天呢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微尘来为我们音响做讲解。然后呢，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官网 FB、IG 跟 YouTube。然后呢，会在底下的资讯栏放链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4月8号有台南场，4月18号台中场，4月25号台北场，记得来看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